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交易人生》，我是高伟旭。上个礼拜，前一个交易日，道琼涨了110点，涨了110点。台北股市呢，没有跟上，今天开在平盘附近之后，就一路下来，跌53点，目前在10335点。今天的平面媒体也跟投资朋友说明，三月份上涨几率大于70%，结果呢，大盘是回档的 ，OTC 杀的比较重。有加入我朋友的 Light 会知道这件事情。二月二十六号，我在 Light 上面，在我的 Light 上面，盘中。我跟你报告，行情路况往下，10:38，这种分析没有模棱两可的哦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没有告诉你什么多空并行的分析，什么不排除继续冲高，可是遇到的上面的压力，请你要做什么动作，怎样怎样的，没有那么多模棱两可的分析，上就是上，下就是下，我浓缩哎。几个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个字，行情路况往下。包含我跟我会员报告、也一样啊。10:28啊，我会在媒体上、提醒非会员的、行情路况往下，减码换现金，会员不用减码，因为我们持股成本低，待会是我们的加码的机会点。行情路况往下，很明确，很明确。市场会决定谁对嘛？市场会决定谁对。你看的分析节目，不要看那种模棱两可、多空的。我喊2月26号行情路况往下，刚好见到短波的高点。今天往下，你至少可以避开什么？2月26号，你至少可以避开国巨这一段吧？刚好国巨也见高点，你至少可以避开什么？环球金吧？你至少可以避开加金吧，你至少可以避开什么？全新吧，不要看一小段的跌幅哦，你都有机会可以避开啊，少赔个3%5%，你就是多赚3%5%，很重要啊，投资朋友。像台积电也是一样，当天见高点啊，2月26号啊，240块啊下来，大型股如此，小型股、中小型股也是如此。我没有跟你说模棱两可，但前提是什么？一定在1月3号、1月4号大盘。1月3号、1月4号，请你做什么？买进爆股过年，包含开红盘10004点，我就告诉你行情没有结束，你要完整的参与到才是重点。1月3号。可以进场布局偏多，1月4号进场布局偏多，1月7号一样，震荡幅度越高，筹码越坚，赶紧啊！1月30号爆股过年了、有买才有卖，前提是什么？请你卖出股票的这边，前提是。1月3号、1月4号、1月7号有叫你买进爆股过年，在买进之前的前提是什么？12月20号，请你出清股票。12月20号，请你出清股票，行情路况往下。有人会跟你提出什么证据？1月3号、1月4号买进的，然后呢？买进的证据给你了，可是他卖出，他没有带你卖啊，没有叫你卖啊，所以他是不是有可能买，刚买到这一天，然后告诉你买卖一定要有完整的交代，没有完整的交代都不会是完整的动作，都不会是很诚实的。我跟投资没有报告、市场对错我不敢说我一定对。可是至少，我都讲在前面，你至少可以避开一些东西啊。当时我跟你报告的，
12月26号，我请你报，我跟你报告的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，保留有机会的股票。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我这样跟你报告啊。你是我的会员会知道什么？我们先出这个，羚羊我们先出掉，我们留什么？我们留世纪刚啊，世纪刚是今天还在涨，没有涨的是什么？汉讯可是还在平盘附近啊，今天大盘是下跌的。围绕重现题材的1316上药有没有跌？没有跌啊，脱离成本之后在这边晃啊，这就是有机会的股票啊。可是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我只能大概给你讲，请你避开啊。我们是保留现金的啊，普通会员手中就剩一张股票而已啊，我们会吃亏吗？我们获利了结卖掉羚羊，我们获利了结卖掉羚羊，留下四七缸。汉讯有没有吃亏？没有吃亏啊。金豪科有没有吃亏？都没有吃亏啊。就是你跟我不一样，你是我的会员，跟你不是我的会员的操作就不一样。可是我尽可能的跟您报告行情路况的方向，该重压你重压，该减码你减码，该退场你退场。如同十月份的股灾，每个人都跟您报告，他避开了。前提是什么？要有证据啊！9月26号，我说短线见高点啊，你能避开这一段？9月26号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，你至少可以卖到10800点，你有一周交易日可以跑啊！你卖掉之后，前提是你卖掉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掌握十月份、十一月份、十二月份的行情，要偏多操作，你才有机会赚到钱。崩跌这一段，我请你偏多操作，投资朋友，崩跌段偏多操作，我带会员是怎么做的？金像店啊。我们重压12月20号，我请你出新股票。我带会员也没有出新股票，开盘前我发 call 讯息，开盘试驾出新股票，有赚有赔，我就跟你报告啊。那是我们加码两，买进一笔，加码一笔，有赚有赔的。卖掉股票，我才有资格跟你说1月3号、1月4号、1月7号买进，掌握一整段的千点行情，实实在在的交易。我不会用恐吓的话术，或是一些吸引你的话术，去邀请你要参加我的车队。我希望你大概了解一件事情，看我的节目至少你会有收获。我绝对不会是事后诸葛。我每一段的行情都不是事后诸葛啊，都是没有。可以放大一些哈，谢谢。7月25号一个卖点，8月30号第二个卖点，9月26号第三个卖点，10月19号第四个卖点，跟12月20号第五个卖点，如同现阶段正在运行的2月26号第三个卖第六个卖点一样，全部都不是事后诸葛。我都是事前告诉你行情路况的方向，不是事后诸葛。看得懂行情路况，你再谈操作才会实在。一定是有卖才有买，有卖才有买，不可能一直卖，或是不可能一直买，都不交代的，只交代二分之一，那些都我认为都不对。认同我投资朋友，你可以加入我的 LINE， 用私讯方式跟我讲。我能帮助你什么？你要不要加入车队？我们来聊一聊，我的方法是不是对你的操作习性，我们双方是合意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谈合作。如果你有时间，你想要积极，你很快想要积极参与车队的，你可以打电话进来，可以打电话进来，打电话进来，我们再来谈一下我们怎么合作，可以快速搬到你，能避开风险，掌握机会。这一段我们避开风险，掌握金项店。金像店，来看一下。
这边，我们掌握金像店这一段，我们掌握到金像店。翻大盘，1月3号、1月4号，我们掌握什么？世纪钢、汉讯、1784的讯联，还有什么？3006的金豪科。这一段还有什么？1316的上药。想要参与的，欢迎你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。我是高维旭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获利满满。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